小时候可能是我个子比较小，体弱多病，我就生了一个重病，是肠胃炎。但那肠胃炎其实还好，但是我结果生病生了一个月，然后来回一直跑医院，才发现是轮状病毒。嗯，然后开始感染之后，又去病毒又进入什么神经什么，所以我的头会不自觉的一直自己转，是不是我能控制的那种自己转？甚至已经转到后面去，用猫头鹰的感觉。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是没想到肠胃炎，然后又轮状病毒这么严重，就这样躺着，然后头会这样一直转，一直转，然后手会，然后转到只看到头发喽。这样，那你们家里看到那个大法师啊？没有，这不夸张，是真的。然后手会自己这样一直起来，但是要赶快接恐怖片啊。哇，这听起来蛮紧张。欢迎收看《医师好辣》，加帅哥美女好辣医师团。各位女性同胞要注意啦，古人常说自古红颜多薄命，今天好辣医师团就要来告诉你，这句话居然是真的，干母呀。今晚的三位人，他们是不是也会惊个屁屁错嘞？古书上是有云啊，自古红颜多薄命，是真的这样吗？还是因为美女大家注意，所以就总觉得美女的命不是好像林黛玉、西施啊，四大美人命也都不是很好，是不是因为弱不禁风，很少做家事，所以身体病会比较多呢？也不晓得，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得哪些病？今天我们来探讨，女人更应该看这一集啊。女人好命苦啊，易患大肠激躁症，动不动就跑厕所。这个严格说起来，它是有道理、有迹可循，因为你还是要管的事太多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然后有的时候老公生病的时候，还要带他到医院；自己生病的时候，自己滚着去、爬着去，自己去，没有人陪。对，像 Vicky 就要照顾四个小孩，先生一天到晚演舞台剧，对不对？根本把剧场当家了。是的，对，所以你看大大小小学生、家长、学生，哎，他的小孩念不同学校。对啊，而且有时候运动会要跑好几个班哎，一年级在那边三。Vicky，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的有小孩在台中念书，有的对，还有一个在台中，有时候还要去家长日啊什么。那冯延珍就比较命好了，他就是自古红颜那种，像那林黛玉，对啊，好瘦哦。请问您在家里有做哪些家事？有啦，我就是换灯泡，我也要自己来。真的，你会？我弟弟连打蟑螂，你会换灯泡？打蟑螂，你打电话给我一下。我可以打蟑螂，就是我朋友，就连那个就是怕蟑螂都会叫我去帮他打。啊，对，是。你的胃穿孔好了没？今天感冒，胃穿孔暂时不理他。今天我们谈了主题啦，那女人更应该看这一集啦。来，我们肖医师肠胃科，大肠急躁症哦。其实为什么叫大肠急躁症？就是说他肠子太敏感。他可能一天要上厕所上好几次，它通常是发生在吃完饭以后。事实上，这个大肠急躁症是归类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叫做功能性肠胃不良症，就功能性的肠胃疾病。那这个通常是这些疾病通常是跟紧张有关系，那这个就包含像说功能性消化不良，这是胃的不舒服。那大肠急躁症实际上是大肠的不舒服。那假如说是胃的这个部分，女生多很多。我们在2012年有一篇文章，刚好是用台湾我们在2005年到2008年做一个全国的大调查，4000多个人，就发觉说有这种功能性消化不良症的人女生是33%，男生就22%，这看见女生是比男生多了。对对，没错，像我们立秋以后，8月8号以后天气开始变化，这种病人全部出来了。为什么秋天会？因为季节在变化的时候，你的神经系统就不稳定。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温度一变化的时候，它会立刻都影响到肠胃的蠕动。那像我8月最近很多病人来，就是很奇怪啊，还没吃东西，就是真的胃不太舒服啊，一吃完就很胀，又吃不了太多，坐胃镜下去胃都是正常的。那这个绝大部分都是女生。但是要提醒一下，是不是说所有拉肚子通通是肠躁症哦？肠躁症有些特点是，它不管怎么拉，体重都不会下降。因为它小肠是没有问题的。他不怎么拉都不会下降，那不拉会不会增加呢？
会，哎，会增加粪便的重量。可是有的时候会拉拉拉到最后，会不会变水耶？连你喝水，它也是拉水耶。那个是什么问题？假设连喝水都拉水的时候，那就要小心了。表示你肠子整个已经罢工了啊，就暂时完全都不吸收，那小心哦。而且怕说电解质、水分不平衡。那肠燥症这种是，他吃完东西就想跑厕所，吃完东西就跑厕所，马上就想跑厕所。对，那好像喝那杯掉棒，好像说不吸收。事实上那种是，它是大肠的问题，所以小肠是 OK 的，所以它体重是不会下降。可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去吃餐，其实把肺大家吃的都很都没有都10%20%，对。结果回去一问呢，比如说啊 Vicky 佩仪，我们三个都上2-3次厕所。可是就有便秘的冯元珍说：“哎，我都没上厕所。”对，有些人是这样，就吃那么多了，大家拉2次，他还是没拉。对，那这种怎么办？便秘。对，有一些人他就是功能性便秘，就是他肠子动的是很慢。慢嘛，哎。那事实上，我们正常的便便香蕉状，它里面水分是80%，所以你只要动得慢的话，我们大肠就把水分吸收、吸收、吸收，变最后变成短小的硬便，那就是便秘，就更大不出来。要去看肠胃科吗？对，这个其实3天没有排便就要当作重要的事情。什么？很多人6-7天的呢？哇，对，有一个礼拜的，那很难上了，因为3天没有上，便便就变得很硬了。被大肠的黏膜把水分吸的干掉了，所以你3天再不处理，到时候真的很硬，要用灌肠的，很麻烦。真的，女生不要再坚持，真的3天以上就要看医生了，不要拖了7天，而且还是有时候大家互相比天数的。对你几天，我几天。对，不行啊，不行，真的不行。不过大肠肌躁症它并不是说大吃大喝才会有，这个疾病其实是大家觉得好像听起来好像上厕所便秘泻肚子没什么，其实它是一个很痛苦的疾病。我自己的一个朋友啊，她就是有大肠肌躁症，也是一个女生。那她多痛苦呢？就是我们一起去欧洲玩，她只要到任何地方都在找厕所。你看，你去参观峡谷，在那里走峡谷，我要找厕所，没厕所。那个什么草原走一走，没厕所。然后你要进任何的地方哈。他第一步都先找厕所，没有办法说步行超过2小时，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会上厕所。这样的人他生活其实是非常辛苦，最辛苦的就是他其实现在是高龄了，可是他也找不到男朋友，因为他每次第一次约会就要去泻肚子，所以根本也没有办法有正常的社交生活。但大肠这样，他是有时候泻肚子，有时候便秘哦，他是一吃一点东西一紧张他就要上厕所，可是量也没有很多，然后上完以后过几天，哎，他可能又有点便秘，然后他明天又紧张了，又去上厕所，一天就这样反反复复很多次，是非常辛苦的一个疾病。你台湾算厕所多了，亚洲地区公厕算多的，你去欧洲看看，我们上次去威尼斯找不到厕所，还要付费的，要走很远去那个饭店里面，他还不一定借给你。哇塞，那彩花姐不能跟你们出去啊，很惨，再15分钟就要上一次厕所，所以他会大在运河里面，他是小号的，还是不过像刚刚有看过我们科医师吗？那个对对，那个他有确诊了，已经是叫 IBS。那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之前也有肠胃科前辈跟我说啊，他在门诊里面，如果说有一些女孩子怎么看都看不好的，10成8-9都有合并有焦虑症状。对，所以刚刚提到立秋，因为有一种叫做季节性情感症候群，对，不管是焦虑症也好，忧郁症也好，躁郁症，甚至强迫恐慌都有可能会受季节影响。那所以为什么一到立秋之后，好会因此连身体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不，其实不是只有肠燥而已啊，这连那些皮肤啊，好，呼吸道啊，然后心脏，然后从上到通通都会受影响。所以其实如果说确定了好没有身体上的危险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科的医师来做合作。那当然我就跟前辈说，哎，那前辈你可以把 case 转接过，这没有关系啊。然后我们前辈说怎么可能？我没有他们的话，我靠什么吃饭啊？请教一下，春夏秋冬，我们知道四季，我们身体都变化，不然没有季节性。对，那哪一个季节的忧郁是最多的？其实一般来说，秋夏一新愁嘛，我们先想的是秋天。但其实呢，只要是季节转换的时候，我常提醒个案们说，有2个节日要特别注意。好，清明节跟中秋节，好，那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对对，其实从过年到清明节这开春这段时间，季节转换的时候，也有人情绪会受影响。那当然主要是以躁症的患者为主，但是忧郁症患者有些也会。好，然后另外就是立秋到中秋这段时间也会，所以常被戏称为说放完暑假之后
然后就一个个回到精神科来报道了。像刚刚精神科医师有提到，其实为什么他会问说这个大肠肌躁症要给这个身心科看，因为其实在大肠肌躁症的治疗上某一部分可以用一些身心科的药物做治疗，他对他是很有效果，但前提是你要找到他是大肠肌躁症。在个案有一个病人来我的门诊，他的主诉很特别，他的主诉是说，他说他一开始来就不好意思，他就一直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就说你没关系你讲啊，他说没有，因为很常放屁耶，很难放屁，很常放屁，他就说他很常放屁，甚至他是肚子的那个搅动声，是他如果跟我跟这个我们牙医我们俩坐在这边，他都听得到，所以他就变成他社交圈很封闭，因为他不只是很常放屁，他也很常肚子会一直蠕动，大家就问他你是不是肚子饿还是怎么样？那时候他就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很困扰，但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跟别人讲，别人以为那只是正常的状况，就没有处理。那后来我就问了几个关键性问题，大肠肌躁症的人哈，你可以问他。说他有时候常常会想上厕所或便秘，但是他在这个上厕所便秘前可能会肚子有腹痛，他会有一个痛的状况，可是这个痛会在你大便完或者是说你排完这个你便秘或是拉肚子结束后，你那个腹痛会缓解，他是个很特殊的情况。我就问他说，哎，那你其他的一些上厕所的经验，哎，发现有一点像，于是我转去这个肠胃科给他们做第一步的检查，就是我们说的大肠镜，一做完大肠镜没有问题后，我们开始用大肠肌躁症的方式来做治疗。他觉得不敢相信，因为他觉得他跟大肠肌躁症没有关啊，他也不是拉肚子，也不是便秘啊。后来他症状的确就真的缓解了。所以其实很多人会以为他的症状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归类的，其实他有机会是会归类在现在的一些新的疾病里头。一天到底上几次厕所是正常？我们正常的排便的频率哈，三天上一次到一天上三次，这个范围都是正常的。一天上一次，就是你三天不上厕所也有问题的啦，你一天拉到四次也有问题。对啊，对，我们家就是这样不正常还正常？不正常啊，不正常啊，因为我老公就是属于那一种一吃完东西一定要上厕所的人，然后就是他就是会开始，就是如果我们在外面，他就会开始说，我先去上一下，就是先开始找厕所。然后一天可能可以上到3到5次，哇，多了点，太多。然后有一次他是之前要前几年要演一个双人相声，他压力好大。对，他那一次是两个人的相声，哇，他压力整个大到他整个在舞台上他开始紧张，就一直要跑厕所，所以一有空档的时候他就一定是去上厕所。可是他那一次我觉得有加上精神上面的压力，所以他那一次有瘦到6-7公斤。哇！然后我是属于那一种一紧张就会不上厕所的人，所以我会便秘的很严重。以前啦，可是我现在已经会找方式去解决。但是现在就是我只要第三天没有上，我真的可以坐在那个厕所大概半个小时以上，而且是全身冒汗，然后精尽所能要找方式让他就是上出来。福原真也是应该不是很正常大便的吗？可是我还蛮规律的，因为我都正常进食，加上胃口很好，我觉得有进就有出。胃口很好，他好烦，他是大食量哎，他大胃王哎，真的。美女们啊，你们哦，你们碰到那个厕所不干净就会憋嘛。在外面会，这是你们最大的通病嘛？就是啊，找不到厕所就憋一下。而且我会不好意思在外面上大号。为什么男生都 OK， 女生都要憋呢？憋不好吗？憋不好，憋不会好。不要憋了，憋会憋坏的。刚刚其实一直有提到，我们要下这个诊断，它需要排除法。因为就我们急诊的思维来说。我们还是宁可会觉得你可能这一次来是一个急性的那个肠胃的感染或者是肠胃炎，你还是要把这些东西是排除掉。所以其实大肠肌躁症几乎不可能在急诊下这个诊断，对，不可能。对，那所以其实大家的生活不要太有压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在急诊帮你做很多检查帮你确诊这个东西，因为基本上这个疾病它不致命，它可能很干扰生活。那也有这样子来挂急诊的那个个案，我就有遇过一个就是年轻的上班族，一个女性，然后她很完美主义，就是又有洁癖，那他对自己要求很大，所以他其实常常在隔天要开会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压力要来的时候，他就是会频频一直在上厕所。那其实他又有一点点痔疮，所以他每次上完厕所，他除了要把他的私密处做一些很干净的那个擦拭啊保养以外，就是他会一直觉得他的那个屁股擦不干净。他这次来挂急诊不是因为拉肚子，而含着泪来是因为就是肛门会痛感，因为他已经是清洁到那个肛门口都破皮然后红肿，他就觉得有感染，所以他就突发奇想拿酒精泡水自己喷在那里，结果他真的就大痛含着泪来到急诊这样子，让我听到都痛哎。对，当然只能帮他做一些光滑和止痛这样子。光滑，光滑，光滑，屁股还好吗？
没有，这真的很重要。如果没有光环会被打哦，真的。对吗？因为他真的很不舒服。在精神上是不是有一种？说完美倾向，完美倾向，虽然叫做强迫人格，可是我比较不喜欢这名称，应该叫完美人格会比较好。我还曾经有人听过一天刷17次牙的，有可能，珐琅质都听过嘛，强迫症。接下来我看女人好命苦的第二个，现代版西施，心脏容易出毛病。最常见的是二尖瓣脱垂。嗯，那二尖瓣脱垂是我们瓣膜性疾病里面最常见的一种。我要讲了这个，我要讲一个故事。嗯，去年嘛，我去照一个显影心脏，因为我觉得我心脏不是很好。嗯。后来我看，这抽屉看到2006年也拍了一个显影的，就是去检，因为后来我发现为什么2006年我去拍，因为有次我没吃好，那是下班了，我每次晚上心跳随便量都92、98，吃完饭都100多，很不舒服，还正常啊，跳到心跳跳到连肩颈都痛，就不晓得什么病啊，就觉得很，后来我就到台大去检查，台大呢就在我早上开始什么看一看，然后我就说我下有爸爸有糖尿病，他就开始做。糖尿病测试就喝了糖水，大概3小时再回去，就整天待在医院嘛。后来测试没有啊，你没有糖尿病。后来他跟我讲啊，你这个病不太看的，因为这种病啊是属于高挑瘦的人啊。二尖病还会挑长相的，他说客家人，跟高瘦的人会有。二尖瓣膜脱垂闭锁不全，有这个病吗？是，不是，是比例上来讲是女生高瘦比较常见，男生也会有。对啊，我说没有高瘦怎么会？他就后来拿那个紫色的，你知道吗？就你心跳不好了，小小一颗紫色的药丸，就心跳会减缓。后来我想不对啊，我就照显影三个，心脏和显影怎么都正常？没有啊，说闭锁不全，没问题。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大部分是过度诊断，过度诊断就是说我们看到。年轻女生来的时候，有时候胸闷胸痛，那年轻女生很少有心脏冠状动脉的问题，所以我们都会推测她是二尖瓣。他这样讲对不对？是高瘦型的，高瘦型，然后呢，客家人很多哎，容易紧张的，对不对？种族有关系，遗传有关系。那我们二尖瓣膜脱垂在一般的比例来讲，大概是2%到3%，2%到3%。那有女生来。女生的比例会比男生高2倍，那甚至瘦高型的病人会到10%到20%。这陈心妹有吗？我有啊，我真的有。你一定有对不对？真的、哦，高瘦啊，我以前国小就被诊断了。我是之前以前有一次，几年前突然就是胸很闷，那时候妈妈住院开刀，脑部因为我觉得压力很大，然后那个心脏是这样。好像这样抽，这样子抽，哦，就说完了完了，我是怎么了？然后量血压165，那时候我才40几岁，我就想完了完了，后来我就到心脏科，他就叫我去贴一种东西在跑步机上，然后缠着，然后一直跑好久，就还隔一阵子去，还做显影啊什么的，他就说还 OK。那我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抽？他说有的时候是压力，自己给自己很多的情绪的东西，所以还有更年期有的时候也会胸闷，我才。吓死了，但它不会好，对不对？它这个是控制的话会比较改善。怎么样控制？不要熬夜，不要有一些刺激性的烟酒，那保持心情的稳定，那大部分的症状都会改善，所以90%以上的病人都是良性的。不能太刺激心脏啊。它会有什么症状？它有几个症状，包括胸闷、胸痛、心悸、心跳变快。心悸就是说我们平常自己不会感受到自己心跳在跳。那有些病人心跳跳太快了，对，会有他会好像火车在打鼓一样，他会觉得胸口不舒服。那甚至有些病人是会停跳停一拍，突然心脏好像跳少跳一跳，或者多跳一跳，那这样会不舒服。那对，比较容易会必须要靠吃那个小药丸去。其实未必啦，未必的。对，因为我就是真的就是二尖瓣脱垂，所以我的确是偶尔的时候，比如说也不一定要什么事件，你就真的会心跳停一拍。那我自己会去量我的脉搏，你就会知道有时候是突然多一拍或少一拍。你怎么知道？哎，我们自己会去。他是医生、啊。对啊。我有找一个医生反应过来，没有，因为你会感觉到胸口，对，因为你会感觉到胸口会闷或者是不舒服，甚至你会觉得好像节奏不对，我就会自己量。可是事实上，我觉得现在的人对于二尖瓣脱垂有一点过度的去解读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自己有二尖瓣脱垂，所以如果当病人来跟我说因为二尖瓣脱垂而造成他以上的所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
都会说这个有点像是我们说的算是一个牵拖症状，就是说你认为你有个问题，所以很多的症状你就理所当然。那的确很多人会说二尖瓣脱垂会容易造成焦虑症。那我自己其实就有个病人是这样，他就是他自己在也是在年轻的时候被诊断为二尖瓣脱垂，一诊断二尖瓣脱垂之后，他就发现他上班没有办法专心，没有办法工作，因为胸口会闷，他紧张会喘，喘到完全没有办法休息。后来的时候他就去看了各个医生，他去看了中医调养，去看了一些偏方。他最后来我这里，他是为了要咨询，他想要去换心瓣膜。他到这么严重，就是他认为他的这个症状影响到他。那其实我们一听哈，从他在整个过程中，他讲话速度很快，你感觉得到他整个人其实很焦虑。这时候我们其实知道他的问题并不是在二尖瓣脱垂，而是二尖瓣脱垂把他当成是一个他认为理所当然的理由去研发出各种症状。他真正的问题是像身心科的，他可能是有一些焦虑的症状在里头。后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我们好好的让他认知说，其实二尖瓣脱垂跟这个焦虑本来会有关联性，因为他只要一吃焦虑的药，他就抗拒，他拿回去他都不吃，所以他一直觉得症状完全没有缓解。那过了一段时间，其实他慢慢接受之后，他吃这些药，因为其实二尖瓣脱垂跟抗焦虑的药有时候同时用会有效果，他会让那些症状缓解哦。所以那时候后来他吃完后固定维持，就像光哥讲的，吃一颗这个控制心跳变慢。对，它同时可以控制心跳，很有趣，它也可以抑制焦虑的症状，所以那个药是治疗心跳的。对，我有吃一阵，后来发现我去照显影之后，他也没跟我讲二尖瓣嘛，显影是看得出来的，三 D 看得出来，就看得出来你有没有嘛。是，对，照两次，医师都没有讲我有二尖瓣膜，我故意不讲，看他看得出来。太坏了，对，他也没讲，还是他看不出来我有。像那种药吃了的话可以停吗？有些药是吃了不能停。没有，我就吃一两次觉得心跳慢，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吃太多胃挤压到心脏不舒服。这样一直跳一直跳一跳，如果都不去管它，会不会哪天就倒下来？有可能会昏倒。所以我就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二尖瓣膜脱垂的人为什么心情不好？那总觉得将来他一定死在心脏病上。好恐怖。大部分哦，因为心脏发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害怕，因为现在有那个冠心症的年龄族群又往下降，对，然后会觉得担心是不是心肌梗塞啊，或是心脏衰竭，会担心这个吗？对，那不过二尖瓣膜脱垂造成的胸闷、胸痛，其实不是心脏衰竭造成的胸闷，它其实是一个不舒服的不适感。那是对。不过很多人这样要怎么？刚刚你讲要改善，就是说要有几个最重要的是胃觉啦，定期的正常的作息。那不要过度刺激，不能喝咖啡，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对，那不能熬夜，咖啡也不可以喝，所以也不能买彩券，不能去澳门 Vegas， 漂亮妹，心情受不了，不能太大，麻将摸到四喜，可能哇，那个刺激，那就刺激了。对，那可不可以运动？是可以运动的。对，在还可以，身体可以运动，可以运动，运动反而会减缓，有适度、有定期的规律的运动，反而会减缓这个不适症状。所以什么事都是要运动，对。可是我其实，在国中的时候，我就知道二尖瓣膜脱垂这个。你不要硬凑哦，没关系。是真的，因为我的家医科医师，他也是瘦高型啊。而且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因为很多医师都用很恐怖的名词来吓唬我，就像说我吃太多啊，是不是甲状腺亢进什么，所以我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我想说你又是要用另外一招来就是让我不要做什么事。可是当自己碰到就是心悸，突然的心悸跟心律不整，因为两个对我来说我当时的感受是不一样。心悸是跳到我就是呼吸急促来不及换气，可是心律不整有时候你就是停掉一拍，那时候自己才知道，我的心脏好像有问题。那时候才真的去检查，可是只照了心电图之后，医生也没有说要动手术还是什么，就是也没有药物。他说你要自己放轻松。后来我发现，就是我在要考试的时候啦，要去看牙医的时候啊，我特别就那个心悸的频率会很频繁的出现，因为紧张了。对，因为自己压力给自己，就不能太紧张跟刺激的东西啊。对，后来我有尝试过中医的治疗，因为我家隔壁邻居就是中医师，妈妈说那不能开刀，也不能吃药。那你去试试看中医。我到中医的时候，我说我会心悸，就他把完我的脉之后，就在我头上插了20几针。我一直他在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是心的问题，心悸，我是心，我不是脑，我脑袋没有问题。可是这样子，就几次之后就好了。我其实到
国中的时候就是很常有这样的状况，只是到高中的时候真的有减缓。我也不知道是自己因为脑插坏掉了，神经也阻断。不过我倒是做到这个建议哈，因为其实刚刚讲到说不要，因为我是觉得其实像黄医师就是很好的典范，就是把步调放慢，然后同时呢，因为其实本来焦虑人就是容易想很多，你说不要想，我觉得很难，不如说把事情轻重缓急。前因后果给想清楚，他一定有原因的啦，就是可能你以前做很多刺激的事情，一直刺激他，还在还债呢，还在还债。那而且虽然说他不会直接造成就心脏的影响，可是呢，如果焦虑症或是忧郁症状啊没有处理的话，其实到老的时候，发生真正心脏病的机会是真的比一般人还来得高，又更大了。对对对，像元真跟陈医师他们是算是比较早发现的案例。其实，在我们妇产科最常遇见的是哦，她以前都没症状，结果她怀孕了，怀孕以后因为体型会变化，水分会淤积，所以造成她心脏觉得不舒服。然后她怀孕以后心脏不舒服，她又更焦虑，所以她是有点恶性循环。然后我们妇产科医师把她转到心脏科以后，做了心脏的超音波，最后确诊是二尖瓣脱垂。虽然医生跟他讲没事，他又回来这边又说啊，我又怀孕又得心脏病，我以后会不会怎么样？就是会想非常非常的多。就最重要一点是告诉这些孕妇，你这种情绪会不会让小孩也造成？哦，有，因为其实根据国外的研究上面来讲的话，如果说妈妈在怀孕期间是有高度的焦虑感或是情绪很低落的话，其实即使是没有做过任何的药物治疗的话，孩子本身好就是。也会产生行为或是情绪障碍，其实真的会比较高。对，所以妈妈怀孕一定要乐观开心，你小孩就会很开心。如果你一直这样，你就沉溺在那种忧郁、躁郁啊，这种其实小孩子也会受影响。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虽然知道有二尖瓣膜脱垂，可是大家也不要太恐慌这件事情，因为脱垂它不一定会闭锁不全，它不一定会有一些真的有一些结构性或者心脏功能方面出问题，它可能只是按你的构造就是这样子，它不。不代表你是真的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产生。像我在急诊就遇过一个孕妇，其实我们医师在诊断病人的那个疾病有一大部分很大的依据是病人的主诉，他怎么样的不舒服，所以其实我们遇到怀孕的那个病人，我们都会很担心有一些问题。再加上如果他说他胸闷不舒服，因为孕妇其实他有一些人，他如果有一些特别的自体免疫的疾病，或者是很容易有一些血栓的生成，我们有时候会考量到他这个喘会不会跟一些肺栓塞啊，跟一些很重大的疾病有关系。那这些诊断其实他需要有一些影像学，或者是要进一步检查的依据。那有时候相对而言，他对宝宝是一个伤害，所以有时候你其实真的是放宽心，因为你有一些主诉真的会干扰到医师正确去判断你的疾病。对，既然怀了孕，就好好安安心心嘛，想那么多干什么？过一天、过一个月、过十个月都是要过的。是，我想请教黄医师哦，那个现在二尖瓣膜的人比例高不高啊？现在的比例很，其实蛮高的，而且有越来越高的趋势。就是因为时事的压力这种东西让造成越来越高的趋势，可能是跟我们现在检查越来越频繁有关系。对，那之前可能大家没有那么注重，没有那么在意，大家觉得胸闷没关系啊，那可能是睡不好，可能就是过。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越讲乐观了。好，也让我们做节目了解一种，其实二尖瓣膜脱垂闭锁不全。像我们这集提到是女人比较命苦嘛，所以我这边也提一些就是跟牙齿相关的。对，那其实刚刚有提到怀孕的妇女就是荷尔蒙会有变化嘛，那其实我特别提一个东西叫黄体素，就是女生在每次经期来的前几天黄体素会升高嘛，那它会伴随她体温升高。那黄体素它其实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它会让我们牙周的病的细菌特别多。对，之前有一个国外研究显示，就是它测试那个怀孕后的妇女跟怀孕前，那他口腔内有一种细菌，就是牙周病的致病菌，叫 P. intermedia。那这种细菌它怀孕后比怀孕前多55倍，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孕妇啊，就是她来的时候牙龈都是肿胀的，或是有些人可能曾经有经验，就是刷牙常常会流血。人家不是说生一个小孩掉一颗牙齿，不止掉一颗，对了，我掉4颗，哇，吸收你的钙质。对，很多人就是生完小孩做完月子，到最后都是来看牙齿，因为在这个孕期的过程当中。女性她荷尔蒙的高低起伏会导致她的牙龈的状况是很不好，也甚至于有可能怀孕把你牙齿都弄坏的。对，有可能。而且甚至我有遇过案例是她牙周病造成导致早产都有可能。对，因为牙周病互相牵引的呢。对，它细菌会经由血液进到我们身体循环。那通过胎盘附近的时候，它会造成我们子宫提早收缩。对，所以我那个案例个案是她早产3周。对啊，所以这个部分怀孕的妇女特别要小心。真的好辛苦当女人。来，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样，女人好命苦，当心忧郁症、失智症，
容易早上。失智症应该是男生比女生几率高吧？好像女生也比较高，女生比较高。可是失智应该是年纪很大的人吧？不一定，不一定，真的。如果说是阿兹海默型失智症的话，它有分就是早发型、非常早发型跟一般所谓正常型，以65岁为切点这样子。可是男生不会比较容易失智吗？其实如果是讲中风又喝酒又干嘛？如果是讲中风型的话，血管型的话，其实或许女生不会那么高。可是如果阿兹海默型的话，基本上是女生机会会比较高。嗯。可是我先说一件事情，教科书讲怎么讲？其实女生XX染色体是比男生来的强。所以我们这集虽然讲很多女孩子很辛苦的地方，但是呢，终究你们还是活得比我们命长。对，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真的。为什么？你很奇怪，你说你在朋友周遭的几乎都是先生不在，寡妇多嘛。而且一样是失智症的话，如果男生得失智症的话，真的就变快变成蔬菜了。可是如果是女孩子得到失智症的话，社交沟通能力保存还比较好一些。再讲更早一些的话，就譬如说在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就是焦虑跟忧郁部分来讲的话，男孩子哈，又一辈子遇到一次这种重欲期的机会的话，大概差不多是5%到12%左右。女孩子是几乎是 double 重欲期，重度忧郁型，重度型。我以为他重欲，不是重欲。我也是有想说，对啊，我们是啊，不好意思讲。那是20%到40%，然后女孩子的话是10%到25%。那意思是说，1/4的女生的话，一辈子至少会遇到一次这么严重的情绪低落。好，不管是生理期的时候，怀孕，好，或是卸货以后，好，或者是说更年期，甚至丧偶嘛，因为女生活比较久，嘿，所以其实女生真的很辛苦。那既然提到更年期的话呢，那其实更年期症状千奇百怪，不是只有忧郁而已哦、喔。那其实有看过像是躁症，就是过嗨的、乱花钱、不睡觉、乱买东西的。我也看过像强迫症的、像恐慌的，甚至也有遇过像妄想的。为什么我朋友他妈妈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一直疑心说他爸爸一位企业主有小三。他本来想说，哎，啊，企业主有小三是小四、小五，正常，正常，这不奇怪。可是呢？我朋友爸爸把我偷偷拉到旁边，很语重心长地说：“王医师，不瞒你说，其实我早就不行了。”啊，就想说：“哦，好，伯父，谢谢你，嘿，都告诉我都这么慎重告诉我，我想应该机会不太大。”那看起来像是妄想。那我想说，要跟我朋友说，你妈得妄想症，这对我来说也是件很沉重的事情啊。真的。对，可是呢，发现整个症状是从更年期之后才开始的。那但是我朋友的妈妈更年期会这样啊？我朋友妈妈是怎么样打死都不愿意看精神科医师。但她愿意治疗更年期症状。然后所以呢，就只好去看认识的妇产科医师。然后呢，本来想拜托妇产科医师帮个忙，说，是否可以加一点治疗妄想的药物？然后可妇产科医师算是我朋友，他婉拒了。因为他觉得说我只能够做我分内的事情。那我想也对啦，伦理上面应该也是这样做才是。那后来呢，就只治疗更年期症状。那可是很奇怪哦，就更年期症状改善之后，我朋友妈妈对他爸爸和那种不贞洁的那种妄想啊，突然整个变弱了，没有了。对，所以说，男人嘛，也许外面有个什么，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不像之前那样子，突然就长三步子直问他，然后对他很凶。可是有忧郁应该难的吧？他明明不行，还被你这样冤枉了。不过至少现在家和万事兴了。对啊，五多尊双都磨。我至少之前也算让我开了眼界，原来更年期症候群真的有像忧郁的，真的开了眼界。好像忧郁症男生比较少哈。对，女生比较多，因为他也阴阳莫待机，就是东想。我觉得生理因素占了很大比例，因为女孩子本来就是荷尔蒙做动物。可是男性其实也是会有更年期的症状，当然会。那他的症状可能是用易怒，有些人也是会用忧郁来表现，只是因为男生没有一个明确的像女孩子有月经当做他的一个。好像一个象征分界点啊，对，那男生有一些人的更年期会比女生再晚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说，两个人尤其到老人，为什么两个还会吵离婚？有些案例是这样，其实就是刚好先经过女孩子的更年期，接下来进入了男孩子的更年期，那两个人在那个时间点都没有办法让对方，就后来就有些人会男生有没有可能70岁才有更年期？有可能这么晚要拖那么长哦，有可能对，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更年期嘛，对吧？就是会觉得比较容易暴躁，会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些症状，而且女孩子啊，只要 MC 3个月没来，就急急忙忙会去看医师了。可是男生的话呢，就算是10年不行了，也不会去看医师。那你是不行的话，立刻去啊！等一下，更年期跟不行有画上等号吗？其实坦白说，这会让幸运会减退，然后肌肉量会下滑，体毛会变少。对，然后整个体力也会变差。对，是是。哎呦，刚刚讲的是在更年
期女生荷尔蒙作祟造成的忧郁症，其实产后忧郁症，我觉得跟更年期后的忧郁症其实这个比例不相上下，大家其实都有低估，因为其实这些女生她们很不喜欢看心理医生，尤其是产后忧郁的妈妈哦，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那我最近才有一个案例，她是这样子，她是一个台商的太太，她老公是在澳洲做生意，很远。那她要怀孕生产的过程中啊，产检老公有出现过一次，那怀孕生产完以后老公都没有出现，就只有公公婆婆有来陪她，但是还是有家人哦，老实说公公婆婆有来陪她，只是那个互动看起来非常的冷。那小孩也都顺利的生完了，那在这个病房的时候，哎，那妈妈就看起来像温柔慈祥的太太，可是到了晚上就变脸了。晚上她跟她老公会打岳阳电话，两个人就在岳阳电话里面互骂，就可能就是不开心，他觉得说啊，你都没有回来照顾我，我现在这个小孩是为了你们家，那公公婆婆也在家里，然后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人帮忙我，费用也在家里忙，在家里照顾公婆，那我这里都没有人，然后怎样怎样就一直抱怨一堆啦，什么小姐对我不好啦，护理长对我不好，那医生一天只来看一次，那全部都我自己在顾，很多这种，然后到了白天哇，又判若两人，变成温柔的那个妈妈这样子，还是照顾 baby 好可爱哦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有很强烈、很明显，我们也很担心。心他会忧郁症，会跳楼啊，会干嘛？所以那个房间哦，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结果后来他就终于出院了，过了三个月回来，我们再看，哎，又变成温柔的妈妈，因为她老公出现了，好像老公那边的生意告一个段落，所以之后就会回来陪太太。所以其实女生的这些忧郁症最重要的问题点还是在男人，对对，就是在这个男性。对，那我自己的朋友也是医生哦，他老婆自己也是产后忧郁症，那他那时候开业，刚开业很忙，根本没有空顾老婆，那也觉得说，哎，老婆反正生第二胎了嘛，第一胎生过都没事，结果第二胎生的时候他就产后忧郁症非常严重，因为老公在忙没有理他，然后也没有人帮他坐月子，他就自己在家里坐月子，那可能那个老公有一些杂事他还要帮忙，最后就是很突然在产后差不多四个多月的时候就跳楼轻生了。哇，而且他的这种产后忧郁症，你不要想说哎，他是月子做完一个月就好了，不一定，没有，有的人会拖到很久，六个月甚至两年的都有。所以就是请老公一定要对另一半很好，就算没有出现，可能就是该有的电话问候都一定要有。那这个怪精神科医生，以后要到府看谁生完两个生的到府。他们不想去看精神科，他不要，他会生气哦。这个我们试过很多，对，他不愿意承认。是哦，而且妈妈不想看，是我们被拒绝哦，不是我们不出去。那直接看身心科，身心科。其实身心科他们现在都知道啦，身心科就精神科。以后不管什么。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到府服务嘛，对不对？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承认，像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幸运的，就是我在生第一胎的时候，我就会，你不要看我这样甜甜哦，我也是有忧郁的，就是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我不懂得怎么照顾小孩，然后那一阵子就刚好就是我们刚成家嘛，那屈哥也要忙他的工作，所以都一天到晚就是在外面拍戏啊什么的，所以我就变成我一个，然后我们那时候又从台北搬到桃园去，我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就必须我一个人要照顾小孩。然后说真的，就光从台北搬到桃园去，离开这些好朋友，对，就一件事忧郁，就会让我忧郁。然后就开始，所以你生第一胎就搬到桃园去了？对，就结了婚之后就搬到桃园去了。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动不动我就会想哭，然后动不动就会觉得很不开，就是很不开心，然后常常就会跟屈哥吵架或什么。但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试着我会自己找方式，譬如说有朋友就会打电话来，你最近好吗？就开始会跟朋友聊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或者是请问一些人，就是小孩这些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就是出去走一走。然后就是让自己不要闷在家里面，这样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急诊其实常常是一个出入口，其实常常有状况都会直接先往急诊送。那其实疾病就很多人都不会去承认啊，有些是真的有问题，他没有病逝感，就他就是觉得他都没有问题。像我就遇过一对母女来，妈妈八十几岁了，然后女儿是五十多岁这样，那他们就来急诊挂号。那挂号之后，女儿就很凶的带着妈妈过来这样子，妈你谁就坐下来要看诊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要问不舒服的时候，女儿就一直插嘴，我妈哦。就是你一定要把我妈抓去关起来，因为我妈最近有忧郁症，然后我担心她跳楼自杀等等的。然后她不只是这样，她还一直说我有病，想把我带来医院。啊，你赶快把她会诊精神科医师把她关起来这样子。那我当下也很害，因为
在精神科医师还没来救我之前，我很怕我去触怒到病人，所以我也就问了那个80岁的婆婆，哎呀，你人怎么不舒服啊？她说，对啊，我最近就是有点忧郁。她就开始跟我讲她的状况啊，我会忧郁是因为我女儿的一些私事。然后女儿说，妈，家里的私事不要跟医生讲，不要讲那么多啦，医生你把他关起来好了啦。啊，这时候关键人物出现，因为来急诊其实最关键的人往往都先去停车，你知道吗？对。正常人都会开车，他会先去停车。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哎，坐在位置上的是女儿的妈妈。他说，其实女婿啊，病人是女儿啦。我才对了一下年龄，才发现，哎，不对，他们要带来看诊是那个女儿。对，然后原来是女儿，她就在家里会开，就是一直很想烧东西，一直很想把东西拿去开瓦斯要烧，她已经烧到想去烧隔壁。我们今天提这个忧郁症哦，特别是刚刚有那个重度忧郁，那个重郁啊，那个很严重。嗯，实际上流行病学调查起来，台湾有忧郁症的人口7.3%。哇，算起来有150万人，100个人有7，只是看严重性。对，是此时此刻哦，现在不是一辈子，至少是哦，此时此刻。对对，但是特别其实我们前面都是讲焦虑症哈，忧郁症跟焦虑症最大的差别是，因为好几位都提到，忧郁症呢会想要自杀，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对，那女生哦特别容易，因为调查起来是2-3倍，比男生2-3倍，好，所以这个我想精神科医师重责大任的哈。那再来提到这个失智的问题哦，失智也是女生比较多，60岁以上就是1%的盛行率，但是每增加5岁就 double 就跳，每增加5岁就增加一倍，每增加5岁就增加一倍。所以为什么女生多？因为女生长寿，女生长寿，就是因为盯住了，小孩都大了，女生的盯力很强，小孩都大了之后，等到那60岁的时候，想要放弃一切的，所有一切都忘记。不是，因为本身来讲，就是忧郁跟焦虑白就是一样，就除了是心脏病之外，也是失智症的好发因子。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有忧郁症确诊的话，他没有好，前提是没有好好治疗的话，好，那他到65岁以上的时候，发生失智的机会是比一般人多4-5倍的。哎，那很奇怪，你失智就不会有忧郁了，你就忘记怎么忧郁了？不是，那在失智之前，失智之前，对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病很奇怪，你本来忧郁嘛，就变快乐，因为你已经忘记你有。如果年纪大的话，多参加一些社交，会不会比较不容易失智？对哦，应该这么说。对，所以为什么会有所谓乐龄学堂嘛？其实保持社交的话，其实对于不管情绪也好，认知功能都是。我看到80-90岁麻将打得比我们还快，有，而且很快啊。有之前我们那时候甚至3位实习护理生哈，还被一个老伯伯哦，一个人清台 KO 掉。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啊、那个哪有什么失智，记牌记得一塌糊涂。对、啊，是啊是啊。对啊，所以真的还是要动嘛。是，那伯伯不是失智住院的、啊。失智症，我们刚刚讲到说一个危险因子是高龄。那刚刚精神科医者提到说，假如之前有忧郁是提出第三个危险因子，假设你有糖尿病的话，糖尿病的人假设你都没有治疗，那你以后得到失智症是一般人的2.4倍，是，假设你有好好治疗就剩下1.6倍，那因为糖尿病人很容易血管会出问题，那我们现在当然对失智症还不太清楚它的病因，但是血管产生病变可能是一个危险因子，所以糖尿病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这样比较不会以后得到失智症，对，要不然更惨。我要提的是我自己亲身的案例，就是发生在我自己家人身上，因为我爷爷奶奶他们年纪有差几岁这样，但是我爷爷是比较早过世，然后我就回想他们就是生前的最后那几年，其实我奶奶她是一直处于失智的状况，就是到最后后期是我叫什么名字她都讲不出来，哇，对，所以其实刚刚瓜哥提到，就是我们还是不要让家人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其实你看着你心里会很难过，对，然后另外肖医师提到的糖尿病的部分，我奶奶就是有糖尿病，所以这个又再一次印证。其实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比较困难的是，我们是因为通常这个失智的都是长辈，你比较困难的是我们晚辈去观察长辈的时候，有时候你会 miss 掉一些细节。那其实之前就我的朋友啦，他就私底下咨询我，他就说怎么办，他妈妈其实因为他们就是他结婚的话，他就搬出去住了嘛，那他就发现他妈妈开始会注意力不集中，开始会忘东忘西，他一直觉得他妈妈最近就是怪，但是说不上来。直到后来我就请他妈妈到我的门诊跟他聊，才发现他其实不是失智，他是更年期后的忧郁症。那其实很辛苦的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产后，产后是一个族群，那其实更年期这个时候也是个很大的族群，所以如果你妈妈在这个时间刚好正在经历更年期后的阶段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关心她。其实在急诊很多感慨啦，因为最近又在季节交替，其实在前2天就有一个有忧郁症的女性来到急诊，她胸口是插着一把刀子的，然后她是自己拿刀子往胸口捅这样子，那为什么
本来我们看到那个刀柄，因为我想说女生也不会太有大力气，因为那个刀子是直直这样子进去的。那因为我们有肋骨，想说骨头会挡住，结果想说应该不会很深，因为有骨头挡住。对，结果我们一做电疗断层，那个刀子是直没入柄，一直顶到肩胛骨。那个刀子大概19公分，那它是没入身体15公分，只是它应该有学过解剖学，因为它的完全逼过心脏和大血管。你还说这种风凉话？我们本来想说怎么帮他解决，后来还好是经过抢救和紧急开刀，那个有把他处理好。那原来他当时刺的时候，他把肋骨给切断了一根，才会刺这么深。那原因是他刺下去之后太痛，不然跌倒就撞到地板就撞到了。这么我笑不出来，这么惊悚是他在说故事。看多了，对啊。其实女人为什么比男人长寿？我觉得是老天爷的安排，因为我们大家都太需要你们，所以真的，懂了，还要照顾家务啊，还要照顾家庭，上有公婆嘛，爸爸妈妈。有时候呢，家里都想依赖儿子来养，后来都是依赖的女儿。对，真的，女人太伟大了。所以呢，当自己有任何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好好照顾，多为自己活一点。我觉得啊，不要操心那么多了。谢谢大家。当女人好吃亏，今天好辣医师团要告诉你，有些恐怖疾病居然专挑女性下手哦。好辣军团被哪些女性健康克星缠上呢？值班小护士李毅。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毅。瓜哥，你怎么觉得当女生真的好麻烦哦？辛苦。我们每个月啊，月事来，然后痛的要死，还要出来工作，真的是超辛苦的。而且最重要的，尤其在别的行业会不会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演艺圈就是这样，当你17、18岁少女正在努力奋斗，对，你没有个5年、8年很难成名嘛。是。可是当你成名的时候，又快接近30，就考虑你的终身大事，你到底是要成家，还是继续努力奋斗？所以当很多女生一旦走到很红之后，除非她不想成家，可能事业会冲更高。可是回过头再看，已经为时已晚了。我觉得你好像在讲我，我好难过。不是，你是比较惨，就事业还没有成。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女生真的很辛苦，但努力冲事业，其实演艺圈很容易回头看就7、8年了，对，对不对？可是你讲到说，我稍微有几部戏红了，或几个广告要拍的，怎么30到底要不要结婚？那很多家里又念了，你30几了，你不结婚，你这样生小孩怎么办？对，好吧，再忍一忍，过去没碰到好对象，就一冲就38了，再回头要不要结婚？就很就我们在台湾上讨论说如何怀孕啊，如何生小孩，就高龄产妇了。所以女人当然辛苦啊，你看有月经来也辛苦，没月经更难更烦恼。对，是。今天来告诉哪些疾病女生要更应该注意。好，第一个，女性好发癌症，甲状腺癌女多于男。其实那个大家都知道，癌症是10大死因的第一位，好几年了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哦，如果你把10大癌症哦，通通都加在一起，男生跟女生，其实男生跟女生谁容易比较得癌症，你知道吗？其实是男生，男生得到癌症的几率是女生的总 total 加起来大概是1.3倍。嗯，啊，如果你把女生的乳癌去掉，你把男生的那个射物腺癌，因为这两个器官是大家个别有的嘛，你看那个最常得到癌症，比如说肺癌、大肠癌、肝癌。男生得到这些癌症的几率是女生的2倍。其实统计起来哈，对，寡妇多于官夫嘛。哦，这个真的没有没有，那个女生的那个平均寿命本来就比男生长了哈，跟女性我们绝对有关系。但是其实男生就不要太泄气哦，有一个癌症就比较还我们男生一个公道，就是甲状腺癌。哎呦，甲状腺癌女生得到的几率是男生的3倍到4倍之多。哦，而且甲状腺癌有个特性哦，大家都知道一般的癌症得到的年龄大概都是50岁、60岁嘛，甲状腺癌是年轻的人比较容易得。甲状腺癌虽然在10大癌症，女生的10大癌症排第5，可是它是跟那个前面4名有没有差非常非常的多了。那在男生的话，甚至连10大癌症都排不进去。但是你不要小看它哦，如果你用年轻女性来算，你用10到29岁的女性来算，她的最常见的女性的癌症就是甲状腺癌。它是对10到29岁，大家常常说甲状腺癌会有什么症状？其实大家都知道甲状腺长在哪里。长在脖子这边嘛，对，它在气管两边嘛，这边有什么器官？就是有气管，后面再有食道，旁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神经，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反喉神经嘛。如果甲状腺癌够大，或者它长的位置刚好很巧妙，它就会引起症状。会什么症状？第一个就是压到气管，然后就是呼吸怪怪的嘛。压到食道就吞咽怪怪的。压到那个神经就是讲话会有点沙哑。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最常见的甲状腺癌的那个症状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没有症状。
大部分都是健检发现，不然就是自己摸到一颗来，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要固定去检查才知道。其实待会给各位建议，如果是年轻女性，你在勾健检的时候，其实最好勾一个甲状腺超音波。它没有包含在这项目。你有，你付钱就有了，对。验血是验血抽不出来，验血抽不出来甲状腺癌症。对，其实之前有一个个案哦，他大概30几岁嘛，他来我门诊就披着一个那个围巾这样走进来。他就讲话，我就说，小姐什么问题嘛？他说他想看脖子。我听他的声音其实有点像男生，就是烟熏嗓那个味道很重嘛，他说想看脖子，我就说你脖子怎么了嘛？他就把他的围巾解开，就很明显在右边的甲状腺就凸一颗起来，我就手摸一下，就很硬嘛，我就说你这个多久了？他说其实不大清楚呢，最近变得比较大，之前好像有一点感觉，但是最近就变得很大。那我下一句我就想说，这个是不是甲状腺伤到反喉神经，所以他讲话声音沙哑？我就说那你这声音沙哑大概多久了？他说其实不是很知道呢，但他有印象说好像他之前的声音不是这样，就是后来是慢慢变，慢慢变，但是他不是很 care， 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声音反而很有味道，他觉得还蛮不错的，对对对，他觉得还蛮不错的，只是后来是因为就是这颗真的越来越大，他本来也觉得没怎样，因为他也不会痛也不会怎么样，是因为连他的同事看到都说你脖子怎么长一颗，因为已经很明显了，他再来看了，所以那时候我们超音波一照，那个穿刺一扎直接就告诉我们是甲状腺癌症，非常的明显。后来去开刀嘛，开刀就把它拿掉啊。可是因为它那个反喉神经已经被那个癌症吃到了，所以我们开刀的时候被迫要把那个神经也一起拿掉，因为我们开刀要开干净嘛，就整个拿掉。那其实大家也不要紧张，即使是伤到这个神经哦，现在都有办法可以帮你声音恢复。哦，对，所以后来术后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努力，就帮他把他声音都恢复了。其实甲状腺癌就是这样哦，很严重的甲状腺癌，只要不要拖太久，大部分都可以处理了。另外还有一个哦，是他那个就是健检发现的。他说被他妈妈带着来哦，他也是20几岁年轻女生哦，他就拿那个健检报告给我看，说，因为他们公司付那个免费健检，有付甲状腺超音波，他说公司的健检报告说他右边的甲状腺有个结节，说请他到大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就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图的样子，我就觉得那个样子看起来就怪怪的，我说那你可能要在我们医院再做一次超音波，就再做一次，再扎一次，扎出来就说那个细胞是非典型细胞，所以非典型细胞就是介于癌症细胞跟正常细胞之间，它就长得怪怪的，我就建议他开刀，就那天开刀开进去的时候，我们一打开，它主要在左边嘛，一打开的时候，哇，整个就很奇怪，连那个旁边的淋巴结有没有都肿起来了，所以我们先把那个左边一切掉，送化验，果然就是甲状腺癌，那时候我就要出来跟他家妈妈解释嘛，因为甲状腺的癌症是要把它全部都拿掉的，因为我要跟家属解释说另外一边也要拿掉。所以出来的时候，跟他妈妈讲，他妈妈就一直哭啊，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我就跟他讲说，其实现在其实大家都在想嘛，说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得到癌症，就请选甲状腺癌嘛，就得，对对对，就请选甲状腺癌嘛，这个最轻微的，对对对，因为他5年的存活率就是98%，10年也到90%，所以几乎是说可以治愈的一个毛病了。所以我现在比较建议的就是啦，大家常说什么人要去检查甲状腺，因为甲状腺癌真的是没有什么症状了，所以我真的建议就是年轻的女性，如果你在做健检的时候经济能力稍微许可一点的话，就记得把那个甲状腺的那个超音波勾一下，因为只有这个看得到了。现在连女生都好几年没去做子宫抹片都一大堆，光做抹片你们都懒得，更何况做超音，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不痛也不痒的，不痛啊，大部分都没症状。我去做心理检查有发生过结节呢，后来做穿刺，对，后来发现是正常，不过不用太紧张，不要说看到黑影就开枪了，因为像瓜哥也曾经想要把他的脑动脉瘤塞掉嘛，对啊，没有，我的意思说像甲状腺结节95%都是良性的啦，所以我们还是在超音波底下看到，常常会看到结节，但是如果看起来样子还好，或是穿刺都说还好，建议还是追踪，不用每个都开掉了，所以我们要追踪的，对，要追踪，结节本来就要追踪啊，是的，还是他已经发生了，我都不知道，就放弃了。但是我有一次就是喉咙痛，然后就是声音卡卡的，然后这边有一点肿，然后因为我跟谷歌是好朋友，我就都会搜寻他，然后一搜寻他之后，他其实有讲说，要是你喉咙不舒服，或是肿起来，或是卡卡，声音有一点沙哑，你有可能是甲状腺癌。然后我吓死了，然后那时候不是喝蜂蜜柠檬吗？还是那时候还不流行喝蜂蜜柠檬。然后后来我就冲到医院，然后就直接跟医生说，医生，我觉得我好像是甲状腺癌。然后医生就讲说，你怎么那么肯定？我先检查一下，对，就我一检查就发现它只是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而且它化脓了，你知道，它就有点肿。对啊，它会痛，当然怀疑。对，卡卡。没有，甲状腺癌不大会痛，不大会痛。他认为是，就像我常常有时候喉咙很沙哑，我也觉得我喉歪，真的会幻想，因为讲那么多话嘛，每天讲话怎么到晚上他就变沙哑，到白天又好了，会吓自己。怎么可以惊呢？可是甲状腺不是眼睛会变大吗？没有啦，那是甲状腺亢进的人。很多朋友都开刀了，就从这边。甲状腺亢进。哦，是这样。亢进，他不会胖嘛？
不会胖，还是痛，那个都不会胖，怎么吃都不会胖。对，所以很多人不想把它治好。真的真的，很多人故意控制不好在减重。一般来说，甲状腺癌女男比例是4:1，在日本甚至高达5:1这样的比例，所以我们可以说甲状腺癌几乎可以说是女性特有的癌症。那常见的症状，除了刚刚所说可能没有太明显的症状之外，我们要注意就是有没有摸到脖子肿大，脖子有肿大，或摸到一个硬块，然后听见这硬块会大得很快，就会很担心，甚至声音沙哑，然后可能会脖子痛，这痛可特点可能是会碰到耳朵去，哦，然后再来就是呼吸困难跟吞咽困难，那算是有症状的啦，对，那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所以说8年前就有一个16岁的小妹，才16岁哦。小妹妹因为声音沙哑求诊于耳鼻喉科，那医师觉得她耳鼻喉部分没有太大问题，就转我的门诊看。那我一看她的脖子，就觉得这个是甲状腺肿大。有照片，哎呦，哇，好重啊！就是甲状腺肿大，很明显的肿大。所以我们科当然就会做超音波跟细针抽吸，然后就发现恶性细胞，所以我就建议要手术嘛。但是就是她这个小妹妹跟她父母亲就在我门诊直接飙泪，这个飙泪是3个人抱在一起抱头痛哭这样子。然后想说这么年轻怎么会得到癌症，那经过安抚之后，小妹妹他们家人就同意手术切除，那切除之后证实是甲状腺癌症，后续就是接受放射点的治疗跟甲状腺荷尔蒙的补充治疗，那现在经过8年了，已经结婚生子，看起来现在是健健康康的一个人。所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即便得到甲状腺癌症，只要经过适当的治疗，仍然可以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对，甲状腺癌最常转移的位置就在肺跟骨头啦，它还是会转移。但是我只是说，一般的甲状腺癌，就算它转移了，你如果使用放射线点的治疗，它还是可以压得住。所以甲状腺癌即使是转移了，但是它不像一般癌症，一般癌症大家很怕，是因为你一旦转移，你可能只剩下化疗、放射线治疗。可是那个刚才蔡医师讲的那种放射线治疗，甲状腺的放射线治疗只要用吃的就好了，对，用吃的你就被隔离个2-3天就出来了。燕婷比较担心啦，因为他是在全场唯一就是10到29岁范围以内的女性，我真的是量跳超高，想说不是你，而且我最近很沙哑声音，我最近想说我是不是水肿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很紧张。看你的样子瘦瘦的，吃不胖应该哦，有我会吃胖，只不过最近真的感冒了，然后这里特别肿。是，对，然后就很紧张。对，瓜哥，你说他是甲状腺癌，何必甲状腺瘫痪？很紧张，非常紧张。没有，因为他是 YouTuber， 所以他讲可能非常多的话。对，然后所以你可能问题就是跟瓜哥一样，就是话太多。他都不讲。我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我的症状是手抖，然后跟心悸，然后我自己都觉得没有特别觉得说脖子的这边特别粗这样子，是因为我回到我们家族的时候，我们整个家族的人回头看我的那个回头率都有99.9%，尤其我大阿姨。我大姨看到我的时候就说，哎，琪，我觉得你有甲状腺亢进，哎，你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大阿姨自己本身就是甲状腺亢进，然后她就叫我去医院做检查。检查之后果然就确诊说我是甲状腺亢进，我就开始吃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吃药以后，我就开始那个荨麻疹变得很严重，只要吃药，然后我就会引发我荨麻疹很严重，然后都要去医院打针才压得下来。这个是会这样吗？吃是药物的副作用？可以换药啊，那会甲状腺亢进抗进那个是确定是药的副作用吗？是常见的最常见的副作用，就荨麻疹。是哦，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药物不止一种啊。通常你告诉我们医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换。那如果说你连续2个药，其实很多人很奇怪，他刚开始吃会过敏，然后可能撑一下。不是太严重，有没有？吃了2-3个月之后，慢慢又好了。因为人体的免疫力是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的被训练的啦。所以你只要过敏不太厉害，久一点就可以。那至于甲状腺功能亢进，到底要不要开刀？其实我们的原则是这样啦，因为甲状腺功能亢进常常是一阵一阵的。就是你这一阵子发作，然后你可能药物控制得好。好，比如说1年2年之后把药停掉，你这辈子可能不一定再发作，除非你后来又受到什么刺激，比如说。或事业的压力，或者突然离婚，或者干嘛的，有没有？就是心情太不好，压力太大，可能又会聊起来。或者为了选举啊。对啊，但是但是大部分人可能控制好，他可能就一辈子都没事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什么时候叫你开刀，就是你复发太频繁，或是你实在是不愿意吃药，因为那个吃药很麻烦，你知道吗？你只要一餐没按时吃，那整个就大乱掉。你有换过药吗？有，后来有换药，但是有变胖，但是我后来就不有点不敢吃，然后后来想说，反正有效指数正常，就不要吃了。其实你不是真的不是变胖，你只是找回你原来的体重而已，真的。可是本来就应该那个体重。病人他今年32岁，他就是很典型，他大概是在27、28岁的时候发现
有甲状腺的癌症。他其实一开始只是声音有一点沙哑，好，那声音有点沙哑的时候，他就想说，他也没有特别注意，是有一次他感冒，感冒的时候他就是去看加医科。好，那加医科的医师他就非常的有警觉性，他说，哎，你这个不是只有感冒，因为感冒喉咙会肿嘛，对不对？那喉咙肿的那个位置跟甲状腺肿的位置不一样，他就说你这个甲状腺有问题，然后他就请他再去做详细的检查，就一检查就发现真的是甲状腺的癌症，然后所以后来他就直接就是切除，然后这样子就也治疗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这样子断断续续看之后，因为我跟他后来比较熟，然后就会聊一些他家里的事情，后来发现说他其实是因为他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所以妈妈当初带着两个女儿，就是工作非常的辛苦，所以他很早就开始打工赚钱，然后帮忙养家。他妈妈也常常就说，哦，我这女儿很乖巧，然后很懂事，然后都会帮忙负责家计，所以他心里其实还扛着蛮大的一些压力。那我们中医在临床上面看到，不管是甲状腺的一些癌症，或是甲状腺甲亢，或是一些结这些的发生，它都跟一些情绪压力，中医讲说跟肝郁，就是一些压力有关，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尤其是女孩子，我觉得女孩子可能想太多啦，就是思虑比较多，很多事情都是往心里放，无形中这个压力就会让你身体产生出疾病。那我们话中医会推荐一个玫瑰疏肝茶，就是我们用玫瑰花，五朵的玫瑰花，然后用青皮，青皮的话就是它是跟陈皮是同样的植物，但是它是在还没有成熟的果实去晒干，所以它疏肝，它在缓解我们的情绪上面的话会更入，因为色青是入肝，所以它在解肝部分是比较强的，然后再加上一点百合跟那个大枣，所以它的话就是一个喝起来味道是还蛮舒服，然后会闻这个味道好像要进去油压了，你知道吗？几号老铁嘛，女孩子会喜欢的味道，它就是让你舒缓，像去按摩一样的味道，好舒服哦。有玫瑰花香味道，对女生来讲，其实你的情绪要有一个出口，才不会让你的压力反噬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女人会容易生病，是因为要照顾太多方面，真的要还要把自己顾好，对，自己又漂亮，对，真的蛮辛苦的。好，来接下来看女性隐藏杀手，心脏疾病死亡率高于男啊，心脏病。我们讲说今天会讲到说心脏病死亡率女高于男，为什么女生比较不容易得到心脏病？因为它有一个叫女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保护着它，所以年轻女孩子得到心脏疾病，尤其那种冠状疾病，几率是蛮低的。可是到50岁之后，她们突然急起直追，因为她们停经了，然后那个所有的那个心脏病就整个往上爬。那往上爬，那2006年那个美国的一个妇女健康协会，他就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哎呀，糟糕，这个被低估。他发现50岁女生得到心脏病的死亡率远高于男生。他们就归纳一些原因，第一个，他们发现男生得到那个狭心症啊，什么冠状结，那个症状来得又凶又猛，他会比较典型，就是会胸痛啊，会不舒服，所以他们会去找医师，会诊断出来。女生得到这种心脏病比较轻微，他们会用疲劳，不典型，可能是疲劳，可能会有点头晕、恶心、心悸，不大容易诊断，就是误判情势。对对对对，误判情势。第二个是他们得到那个，如果50岁女生得到心脏病加上糖尿病，跟男生得到心脏病跟糖尿病，哇，那个女生那个死亡率可以增高很多很多哈。我就举我一个临床碰到的一个案例哈，有一个胖胖的妈妈，大概快要50岁哈，她本身是一个那个烘焙的老师，教人家做点心蛋糕的，他一直长期在我门诊追踪那些三高，就血糖、血压、血脂肪都稍高一点点。那他是一个非常乐天派的一个人，他经常血压控制得很不好，然后可是我非常喜欢他来看我门诊，他每次来都会带一些他做的一些小点心啊，那他的点心跟他的人一样很甜，但是有一点油油的。专业。然后我每次我看他会记录他的血压给我看，他血压都大概控制在160，我说非常不好，那我就会加药给他，可是我觉得有加没加差不多，因为他不是很规律在服药，他说生时有命，富贵在天，那我就说我还想多吃一些你的蛋糕，你还是要努力控制你的那个血压血脂肪。好，某一天3个月他又回来，可是他这次回来之后，他的那个笑容不见了，
他说洪医师，哎，我最近真的是很倒霉。他说他可能长期做那个烘焙哈，他说他的左边的那个左肩哈，最近很酸痛嘛，酸麻不舒服，尤其是每天他工作完之后，那他就去给人家推拿按摩啊等等，可是那个好像都没有改善。第二个不舒服，他是说哈，他最近很奇怪，因为他是老师在讲课嘛哈，讲快一点哈，他讲完讲快一点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觉得就感觉他明明在讲课，怎么感觉在爬楼梯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觉得不大，我这样听也觉得不大对劲啊哈。那我就帮他做了一个心电图，另外排了一个叫核子医学心脏摄影，因为我怀疑他心脏有缺氧的状况，报告出来果然是心脏缺氧。这个核子医学心脏摄影通常是我们要做心导管前的一个检查啦，如果有阳性发生的，一定要转到心脏科做心导管。那我当然再三叮咛他一定要去心脏科，然后要去做心导管。他就跟我说，洪医师，我在2个月之后哈，那个要办烘焙比赛了，所以他可能要等之后再去。可是我相信他也不会去。那结果就在我跟他提醒的2个礼拜，有一次他在上课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胸闷啊不舒服啊，他完全没办法再上课，后来是被他的学生送到急诊室。他到急诊室之后做完那个导管，发现是3条血管堵塞，后来是会诊那个心外做了绕术，不过也是3条而已啊，三条的堵塞哈，全堵。然后后来他在住了1个多月才出院。那心脏科医师跟他讲，如果再晚来半小时，有可能就有死亡哈。对啊，然后经历过这一段之后，他后来再来我门诊，他还是带蛋糕来，他还是有在做蛋糕哈。可是我就发现他的蛋糕哈比较不甜了，也没有那么油了，变得比较健康。我觉得他好像是在讲我。你别呀，你看了就健康了。没有，我以前哈也是50岁过后，我觉得脸非常红。我也是，我皮肤白嘛，人漂亮，都黄一点，哎呦，它也会退啊。我也皮肤白，然后有一天突然就很不舒服，头很晕，我去小诊所，那个医生一量，说走，说怎么了？说你要去大医院，你血压180。我说哪有可能？我说那至少给我吃一点嘛，我再走，不然我走到半路死掉怎么办？说不行，你就赶快去急诊。然后检查出来就高血压。然后高血压，我就想到我外婆高也是死脑中风，我妈妈58岁就走了，是大条，她在算名牌哦，她这样倒了就走了啊。然后就去开始看医生，可是血压降下来了，我吃了4-5年，觉得她会写一些后遗症，那我就会排斥，我就3-7-5吃，就是一个3-7-5是吧？安利模糊了，他每次都被医生骂，骂到后来我也不敢去，然后最近冬天到了，我才会再去看。他说人家这医生已经实验很久，不会死啊，你不吃更会死。然后我就是吃下来，如果体重降下来一点，好像血压又平了，我又不吃了。不行。后来我下到了去到山上，瑞士的铁力士山，我上到上面开始快晕倒了了。我同伴说，啊你怎么？我忘了吃药。对对对，看到没有？等把别给提油啊！好可怕！等你发作要吃那个药找不到，你看怎么办？可是我觉得你节目很好，不知道老师讲的，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预约好了就不吃就停了。那就想说，如果可以这样走了也很好。起码你就照正常高血压，很多人吃10几年、20几年了。对啊，我妈妈一直都吃啊。你别以为有的人认为他是健康的，就发生这种立案。他有在运动啊，后来血压降下来，后来他每天早上都去打高尔夫啊，最后就死在高尔夫球场。为什么他就没吃药？对啊，你这么久了，5年6年，你血管就硬掉了。对，你会更难一点那样，你血管会变硬，硬会爆开啊。可是我有问题，我要量体血压嘛，可是为什么我的心脏还是跳很快？台湾哈那个高血压哈，那医师开药到底病人有没有去吃哈？他们去做男女有别哦，他们发现哈女生哦控制到标准值以内的哈，大概有到6-7%，女生会比较听话，会比较规则服药，男生大概只有30几%、40几%有达到那个控制的那个标准。那为什么会心跳本来高血压、血压高、血压过低的心脏都会代偿，就会跳得会比较快一些？但如果说你心跳又快，可以请医师开一个可以降血压又可以抑制你心跳的那个药物啊，这个其实你心脏
我们很怕，其实高血压常常合并着那个冠状动脉疾病，你心脏已经在缺氧了，你跳很快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养分，嗯，哦，所以它会更出现，那像你要爬到高山去，为什么在那个铁力士山你会觉得不舒服，因为空气稀薄，然后你又在可能在活动，心跳跳得特别快，氧气又特别不够，哎，症状就跑出来了。嗯，哦，是啊，是乖乖，我以为我会死在铁力士山那里。起码你平常有运动。很傻，我跟你讲，我以前心跳110起跳的，每天都一步不吃完更不舒服。嗯，后来我就去运动之后，哎，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260几下，都60几下，心的爬楼梯再也不会怎么喘了，什么？你要去先训练这部分。好，瓜哥，我上你们就明天开始要运动。真的，哎，顶楼马后啊，你顶楼，你心脏慢慢这个血压也会降下来。嗯，叫那个黄登辉拿了1000块前面跑。要2000啊。心脏疾病其实不只是指心脏，我们一般都是指以为是只有心脏，事实上不止啦，它还包括全身的血管，所以如果你心脏的血管出问题，你会心肌梗塞，所以女人不容易得心肌梗塞，可是一旦得，她的死亡率会比男人高。嗯，好，比如说脑部的血管如果有问题，那就会中风，所以女人一旦她中风几率比男人低，可是她一旦中风，她的中风的这个后遗症会比男人要高，这其实影响全身，还有包括比如说你的脚的血管也会塞住嘛，你脚血管如果塞住，这男人也是脚的血管塞住就会比女人高，可是女人的血管一旦塞住，她的截肢啊，就是把脚截肢，截肢的几率反而是女人是比男人要高，所以这个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个女人如果你已经有荷尔蒙的保护，你本来就比较不容易得这些心血管疾病，可是你居然还得了，那就表示说你本来的血管真的就是比较差。那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如果你突然胸闷胸痛，你就会，但因为这个大家都已经算是蛮广泛的知识，你胸闷胸痛你就会很紧张，就会去看医生。但事实上它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你常常会去轻忽它，那些症状有时候在女生身上真的是比较多见，譬如说她心脏的这个胸痛闷痛心肌梗塞，它有个叫做反射痛。什么叫反射痛？它就是说你病发的时候，心脏开始缺氧，它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它会左下巴会酸麻，左边肩膀会不舒服，然后会没力气，会就是这些症状，事实上你会觉得它不是跟心脏好像没什么关系，你也不会去联想，但事实上它已经在暗示你说你会有问题。那甚至如果你已经严重到你已经冒冷汗，开始喘，那这些就更危险。那我曾经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她是一个60几岁的一个阿姨，那她也是。他家庭主妇哦，可是他很忙碌，因为他要就是张罗全家大大小小的这些那个，他每天都要煮饭。那他煮饭有一天他就开始那个左手没办法拿锅铲，然后就拿不太起来，那不舒服。但是他就一直觉得那是午时间，然后他就不理他。结果有一天晚上就突然冒冷汗，胸闷喘不过气来，被送到急诊室去，就被诊断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后来做了手术后才好，而这个心肌梗塞做好以后，他其实。这个肩膀也在没有什么问题。那我还曾经遇过一个也是一个中年女性，她也是常常会觉得胸闷，然后会喘，然后常常会头晕。那她那个女生就是胸部有点大，她就一直觉得她这个不舒服是因为她胸部太大，然后穿胸罩造成。压胸罩也是某。李毅，你永远不会痛我。我因为心脏问题。所以后来就是他在，也是有一天也是就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就是开始冒冷汗啊、胸闷啊、喘不过来气，被家人送到急诊室去，然后也是发现心肌梗塞，然后才做了手术后才改善这个问题哦。所以这个女生的话，真的要很注意。那她还不错的，她还是逐渐这样发生，她不是突然的。对。很多人心肌梗塞突然老路上就倒下去了。对。那根本来就来不及。哦，我现在在医院是那个器官捐赠的协调师，通常会到器官捐赠这一块，大部分都是发生意外，或是像刚刚这些慢性疾病，最后演变成像刚刚说突然爆血管了、昏倒了，或者有急速出车祸进来，也会有头撞坏但器官好的，会，或是自杀，或者是从楼上摔下来那种的。那我在那之前，其实我在加护病房工作，那我加护病房属性其实也跟心脏科有关，还有胸腔科。那我其实那时候开始都是上大夜班或小夜班，然后我就会觉得心脏就是很像有人在这样在揉。然后想说啊，完蛋了，我也开始痛。可是那时候其实我才25、26岁，我想说，哦，有点可怕。可是又想说，我大夜班可能是长期失眠，然后睡眠的状态不是很好，我就没理他。
对，然后后来其实有几次真的是一个礼拜发生1到2次，我可能躺着睡觉到一半就突然真的是这样抓胸口坐起来，因为我吸不到气，然后我就要坐在那边等很久，因为我发现我的心跳正常是这样拍拍拍嘛，然后拍到这一下，哎，不见了。我真的我在等我的下一拍是什么时候，我就想说，嗯，有点可怕，因为频率很高，甚至有时候可能在加护病房帮病人翻身的时候，翻到一半，哎，我自己的下一拍也不见了。然后我看了一下病人心电图，好像他还比我正常一点。然后想说，这样子其实也有点可怕，所以某一天下班之后，我就到心脏科去检查。那其实到现在还是很感谢我们的心脏科医师，因为他那时候看我很年轻，他就说，那你们家是不是有家族史？我说对啊，我妈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我爸有心脏病的病史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要注意哦，因为现在很年轻就有这个症状。然后他就开始翻，因为医院其实有我们员工体检的记录嘛，他就看我胆固醇都很高，就是都200多、220上下这样子。那也有看到就是，哎，就是体脂肪也很高，那时候体脂肪31，那很高。对，所以就是我很感谢医生，他就说，还是会开一些药给你备着，因为你真的很不舒服。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你先从饮食和作息去调整。这样子你其实也不一定就是需要做那么多侵入性的检查，但是他还是有帮我排，就是刚刚讲的心电图，然后我做了24小时的心电图，也有做核子医学的那个心脏摄影。然后结果他跟我讲报告的时候，其实我很惊讶，因为他就告诉我说，我心脏的前壁有某一部分就是灌流是有比较减少的，他意思就是说可能有点缺氧，可是他说因为真的很少部分，所以他跟我说你可能就是要做心导管的检查。我想说，天哪，我怎么会跟我病人一样？然后我其实有点紧张，就是因为那个比较侵入性，所以我没有很想做这个检查。那他说没关系，那你真的在影响到你生活觉得更严重的时候，你再来做这个检查，但是你就先去把你的饮食作息调整好。所以我后来其实就转到弃捐师，生活形态不用每天上大夜班，至少值班的天数比较少。那因为其实我之前体脂也很高嘛，31，所以我除了就是自己开始运动减肥以外，那我也去透过就是去考试，然后也成为体态管理师，就是在我下班后的时间也去帮助别人。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吃药这件事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很多问题，你还是要回过头去看你过去对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好励志哦。对，比较正确。对，这个议题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是家族就是遗传心脏疾病，像外婆跟曾祖母就是心肌梗塞过世的，是突然过世这样，所以我妈妈就会特别紧张，因为我们就是家族的女生，然后包括我，就是从小开始检查跟回诊，我就是半年回诊一次。那我以前检查出来是，二尖瓣脱垂跟血液逆流，我发现到好像很多女生都有，就觉得哎还好。但是小时候可能是我个子比较小，体弱多病，我就生了一个重病是肠胃炎，但那肠胃炎其实还好，但是我结果生病生了一个月，然后来回一直跑医院。才发现是轮状病毒，然后开始感染之后又去病毒又进入什么神经什么，所以我的头会不自觉的一直自己转，是不是我能控制的那种自己转，甚至已经转到后面去用猫头鹰的感觉，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是没想到肠胃炎，然后又轮状病毒这么严重，就这样躺着，然后头会这样一直转一直转，然后转到只看到头发喽。那你家里看到那个大法师啊？没有，这不夸张，是真的。然后手会自己这样一直起来，但是他赶快接恐怖片啊！哇，这但是很紧张，然后医生也很紧张，想说奇怪，为什么肠胃炎、轮状病毒这么严重？侵入了。然后但是之后好加载就好了，但是也因为这个就是大病之后，我的心脏更严重。就是会很像，有时候只要我一紧张，然后压力很大，就像北北说的那种感觉，很像牛抹布的那种感觉，整个这里是顶起来。那我就马上跟我妈讲，我妈就马上又再去医院检查，所以我就不定时的，可能2个月就要带一次24小时的仪器。哦，对，而且我有个坏习惯，就是我不会呼吸，我不知道怎么换气。比如说爬楼梯啊、跑步，我都是憋气的状态，因为我不敢去呼吸，我怕我。因为他你一定很喘，对不对？对，我很喘，其实无时无刻都会喘。那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大学的时候，我要去上课，然后就这样，就是只是一般的走路而已，就心脏就顶起来，然后瞬间我就跪在地上，我就没办法呼吸了。我又再一次送医，然后打
好像是一个镇定的针，我才缓和下来。是。对，所以一直到现在，就是只要是一紧张或压力很大，我就是心脏就顶不起来。你没有去彻底检查你的心脏吗？有啊，就是每两个月就是要检查24根超音波。现在还没改善到我。还没，但是是用那个运动，因为我的体脂也很高。医生，我的医生说你不要太常去吃药，怕会我会依赖，因为我还年轻，怕依赖药物，所以他就叫我去跑步机或游泳，去降低我就是练心脏的强度，还有深蹲。很多人说什么大腿的力量等于心脏的力量，他是第二颗。对，所以我就会在家里无时无刻做个深蹲。像燕妮的毛病，他说之前为什么头会转那个哈，其实大部分大概就是轮状病毒侵犯在脑膜炎，或者后来他说心脏也变得比较没力嘛，因为病毒常常最后面。没有控制好，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脑膜炎跟心肌炎了。然后你那个二尖瓣脱垂哦，其实很常就并发会有心律不整了。我们都说女性荷尔蒙会保护血管，你知道怎么保护吗？第一个，女性荷尔蒙会增加你的好的胆固醇；第二个，女性荷尔蒙会降低你坏的胆固醇；第三个，女性荷尔蒙会让你的动脉放松。所以怎么看都是会保护你的心血管。男生的话，你可能发作，你就是人家跟你讲说，哇，什么胸口一个大石头压着那个地方哦。如果这样的感觉，你还知道你心肌梗塞，那就是自己找事做嘛，对不对？那如果可是女生很少会这样子，大部分都是什么牙痛、肩膀痛，甚至手臂酸痛。可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心肌梗塞的前兆，他都不去理他，就隔了几个钟或者隔几天，一个事情发生，他可能就突然就倒地了。那为什么会女生会这样子？其实跟女生跟我们那个男生跟女生那个脂肪堆积有关系啊。你看男生肥胖都在哪里？都中广型比较多，女生大概都四肢全身的。所以你看哦，你那个冠状动脉哦，如果是女生脂肪在堆积的时候，它是整条慢慢在阻塞哦，所以它。可是男生不是，男生因为中广型，他脂肪是堆积在某个地方，他一旦阻塞就很明显，就整个很下垮，所以那个症状就会很剧烈。可是你看到女生她是慢慢阻塞，所以有一种类似她慢慢去代偿，你懂我意思吗？等到哪一天全部阻塞的时候，症状就跑出来。可是那时候症状前面的前期的症状就会很不明显的，所以那很不明显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嘛，心脏的跟脑中风一样嘛，那个是要抢时间的，你一旦拖延到你的那个预后当然很差、哦。我们就有个之前就有一个那个57岁的那个。家庭主妇哦，他先生事业很成功，60岁就退休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家庭过那个就很两个很恩爱嘛，就老公也退休了，然后那个老婆本来她50岁是有工作的，然后她因为想说她老公也要退休，她就跟着就退休了，就两个就一起在家里过，然后小孩子也都长大了嘛，她说就是老婆很会煮饭，所以每天在那边煮饭给她老公吃。有一天她老公吃完中饭嘛，就在客厅里面翘着二郎腿在那边喝茶，突然听到嘣一声，她太太在厨房就倒地。哦，倒地他赶快就冲过去，但是他有受过基本的那个急救训练，所以他很厉害，他马上就打119，然后开始他就叫他太太嘛，他叫他打完119，他可以叫他太太，就开始他自己开始这么做 CPR， 就很紧张嘛，做 CPR， 然后后来那个救护员那个人就来了，就把他太太移到救护车上，因为大家救护车上有的救护上比较高级的会有一点 AED 嘛，马上一测，哇，心率不整，整个是乱跳，马上就电击了，不过不错哦，因为那个电击在到第三次的时候心率就回来了，他太太就到心跳就回来，但是人还是没有醒。啊，就马上就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来了。啊，送我们的急诊室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心跳血压其实还好，心跳也正常了。但是我们一抽血，就是一个急性心肌梗塞，就是一个急性心肌梗塞。所以我们后来就马上安排心导管去把它打通了。但是后来我们他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去问他，他其实前几天就常常在说牙齿痛、肩膀酸痛。他说一直觉得自己是太累了。他不觉得这个怎么样，他就自己吃普拿疼。他说吃完普拿疼感觉好像有好一点，就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特别累吧，就是。福士先生吃完饭之后，在那边洗碗盘，洗洗就突然间就昏倒，嘣就倒下去了。所以普拉顿只是暂时压住他，只是暂时。所以来说，女生真的很可怕。所以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年纪又大的话，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你的心血管有没有问题的。是，真的。男女有别啊，看我们这期节目就知道。来第三，女性肠胃差，消化功能天生不如男生。我中国有一句俗谚叫做“吃饭皇帝大”哈。为什么叫吃饭皇帝大？就是希望你在吃饭的时候放轻松。你只要有任何一个压力你就会消化不良，因为我们那个叫做自律神经系统哈，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在控制我们肠子的蠕动啊、胃酸那些分泌哈。其实我们是两个完全结构不同的生物，女生的感情很纤细、很敏感，然后会很容易焦虑，所以很多这一类的肠胃道的疾病都在发生在女生哈，像一些大肠肌躁症啊，还有一些什么。腹泻、便秘，哦，这个男女比例大概女生会高过男生大概2:1哈。那我就举一个我亲身的一个案例哈，有一个女生哈，她来，她一进门诊的时候，她来就跟我讲说，洪医师，你一定要救救我。我只要听到病人一进来就要救救我，我在想有两件事，一个是这个疾病很严重，她应该在急诊室哈；一个是她很焦虑，
那个应该是一个很焦虑的。他说，他以前都看肠胃科，我看他以前的门诊，哇，看了好多的那个肠胃科。他第一次来看，我是肾脏科医师，他来看我哈。那他跟我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经常那个便秘啊、腹泻啊，而且最不舒服是他整个胃会揪成一团，像在拧毛巾一样，非常不舒服。在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在月经前后。第二个是在他只要上台要演讲，他紧张的时候，他会整个这样子哈。那他最近又在烦恼一件事，是人家说这样从小消化不良，应该体型都会小小的，会跟燕婷一样。可是他很倒霉，他又长得胖胖的。他说他吃的不是很好，又感觉又很壮哈。那他年底要结婚，他在烦恼两件事，一个是婚纱穿不下，好，然后第二个是他会觉得说他结婚他会紧张。万一他穿着白纱的时候一直上厕所他会很烦恼。而他的朋友就是介绍他用那个呕吐，就是去自己吃完东西就呕吐，这个非常痛苦。他说他做了3个月体重没有下来，可是他整个胃会更不舒服，他很焦虑说他接着要结婚到底怎么办。我除了因为我看他以前的那个病，他胃镜都做过了，并没有什么胃溃疡啊什么那些都没有。那我说如果胃药治得好，他应该之前的医师都治好了。那我除了开胃药之后，我就加了一个抗焦虑的药。那我告诉他说，你在结婚之前你每天去运动，我们刚刚好像所有的答案都是运动，就去运动。然后他吃了，他除了吃胃药，他吃了一些抗焦虑的药，又开始去运动。哎，他后来他再回诊，他说他整个婚礼是很 smooth 的，那整个症状也改善。我后来认为他其实他的问题是一些自律神经病变，那造成他还有一些焦虑，造成他一些肠胃的不适。在英国很多这类疾病后来并不是看肠胃科，而是转诊到精神科去控制他的焦虑紧张，他所有症状就改善了。其实今天这一集看到有没有，男女生的身体构造本来就不同，对，才发现说其实女生真的比男生辛苦太多。提醒各位女性也要关心自己身体的健康，男性也要多体谅另外一半的辛苦。对，那大家如果想要得到精美的礼品的话，详情请上医师好辣的粉丝团就有机会得到哦。谢谢大家。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